老盯着那鱼看干啥呀？不羡慕人家呗。那鱼有啥可羡慕的呀？他们同样都是领养的嘛，人家想玩水就随便玩，我也想玩水，什么把我奶奶端走？人家是鱼，离开水就活不了了，你能一样吗？你可别搁这整事了，行不行？你去找你爸玩去，去。从此，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灰姑娘也太幸福了，我也想当灰姑娘。就你还想当灰姑娘呢？你这条件也不够啊。我差啥了？王子咱就不说了啊，继母咱也没有啊。那啥时候能有？啥时候能有啊？时机不成熟啊。嗯。这钱够不够？哎，我来告诉你够不够。来，哎，像不像继母？像不像继母？